继续来关心车祸的消息。日前一名机车驾驶在经过水阳路时，路边的车辆突然开车门，造成女机车驾驶摔车受伤。交易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救护人车前往救援。好在这名女机车驾驶意识清楚，肢体有多处的擦伤，在经过治疗了后送往病院，后续交由警方处理。该市南台分队救灵车到场之后，现场一名女性驾驶坐在路边，表情痛苦，等待救援。救灵员实际上查看伤者状况，好在在伤者意识清楚，不过伊的肢体再次擦伤。而在冰果无两个受伤一路之后，随即进行清洗伤口止血，送往病院治疗。该市伤者后民众，其后多摆也则是开车，要注意路况。汽车驾驶在开车门时，应该注意后方车辆，并进行两段式开门，以免后方来车反应不符发生危险。新闻调频界齐彩虹报道。Yeah.